收看，那么在这晚间的最佳的一个选择就是爱上九点半了。不看这个节目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看别台。不是这样，不看这个节目就没好看了，只能睡觉了，是不是啊？睡觉有时候一不小心，一枪又出了一条人命，啊，好危险哦！还是看电视好。看危险，太危险，看电视好，对不对？今天来了两位好朋友，有没有？王月小姐，薛之谦先生，欢迎。大家好。厉害了，沙姆雷特，沙姆雷特会一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舞台剧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屏风的心思，这个没话讲，因为这个沙姆雷特算是屏风的定目剧，定目，所谓的定目剧就是说本剧团招牌的剧，就是我们的扛棒就对了，对对对，就是每一个餐厅都要有招牌菜，就是我们的招牌的好戏。然后其实我们这一次已经第四次演了，我们总共呢，连这一次的演出呢，加起来夯不啷当87场。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你看我，你没问我就讲了，你就知道我对你们了解的程度不是吹牛。很感人的，所以可以让我多了解一点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呀，我们的连台词都知道，信哥好厉害。这个沙姆雷特就是从哈姆雷特，对对对，一个与莎士比亚无关，但与哈姆雷特有染的一个情境喜剧。这个太，因为它最重要的是说，它不是挤眉弄眼、讲冷笑话的戏，是它是完全情境的改变而造成的喜剧。这一次的一个 cast 啊，我个人这个我只能讲一句话，过去来讲。第一版、第二版、第三个 type 到现在的 type 4第四个版本 ，cast 是历年来最屌的一次。对，像这个行家这个戏，台湾的国宝李国修就是这个戏的编剧导演。一个大头鬼，台湾的莎士比亚。你这个妇道人家拿说她老公是台湾的国宝，我今天才知道你老公是陈达老先生。不，我的老公。是李天禄啊，李天禄，我最爱吃老天禄的。刚刚月姐还跟我说，她老公长得跟刘德华很像。她老公是真的是台湾的国宝，红通大师。哪里还无人画家呢？没有没有，其实真的，我觉得来过屏幕表演班看过戏的观众，就会知道我没有恋夫癖。因为太值得，对对对，崇拜和尊重。人要懂得选择战场。对，李国修老师，不不，你坐坐坐，我今天真是了解了你。为什么他在那个舞台剧里面，他散发出来的热力，一个认真的男人，执着在他的工作上面，已经30有余年了，那没有离开过，对，得到的一个成果，对，那就如同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，真的得道成仙，那是一样的感觉。对，他头上怎么会有那么多鸟粪？不是，宪哥，你们不能再包养国修老师。虽然他真的是舞台剧的各种翘楚，台湾的他懂啊，但是啊。这个恋夫癖的女人一直在讲他，那他就讲到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那开玩笑了，你怎么会这么热爱你老公？老师在上课的时候，你知道月姐那个眼神是这样子，关爱到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哎呀，你这……可是你别说了，屏风啊，今天走来已经20年了。屏风是不是都你在管钱？我不会，不然他就不会赔钱。怎么会这么爱他呢？弄好的话，我就要拿出我的私房钱，这很重要的。我今天突然间看到一个很模范的夫妻的老婆的部分。不要这么说，我不过是变态夫妻而已。真的是很棒的，你知道吗？不不不不不，热爱自己的女儿，热爱自己的老公、儿子这样啊。宪哥真妹，你们相不相信？这一辈子李国修一定会得诺贝尔奖。相不相信？你要不要先唱一首歌？我们先。你真的当作这里是在 KTV 聊天吗？你说这不是一个公开场合吗？得诺贝尔奖，你要是什么奖？文学？跟你讲，只是因为国修没有那种受苦受难的背景，他没有流亡哦，否则他跟高行健有什么差别？嗯，你们真的不懂。
要进入屏风表演班，看过我们戏的人的观众现在全部点头如捣蒜。你在这个屏风里面，你是负责宣传的工作是吧？我是装脚啊，你大，简直是大装脚！我今天听到起鸡皮疙瘩哎，别说了。像小薛突然演这个屏风的戏，应该是第二啊，第三，第三次了，第三次。你看我是不是有真的有在？很感人哎，他已经是国修培养的那个影帝人选了。没，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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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的，你眼中的世界都是如此美好。你别说哦，像这几年来哦，很多剧场的优秀演员都在拿影帝影后。为什么林美秀、万芳、樊光耀这些人哪来的？都是从这儿，就是从剧场。对对，我们都称之为剧场的演员叫做千锤百炼。哦，我们是很深刻的整个去创造角色，对的，观众在演你的 NG 是不可能出现的，对对对，而且怎么创造出那个角色，它是真功夫的。我这一生当中在艺能界也算是蛮久一段时间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我这一生竟然没有办法有机会到百老汇去参加一些。你们现在是没有笑，完全没有笑。就是你百老汇真的是想太多了。刘真，你好勇敢，你都敢想，你好棒哦！百老汇是去不了，宝斗里有可能。宝斗里也拆了，宝斗里，宝斗里不是私仓公仓交汇的地方。他已经听起来了哦，好佳哉，做兵一阵有去两摆。没啦，卖有被动。其实我很多年，你看20年屏风剧场，观众朋友，这个是随着大家一直在成长的一个剧团。真的真的。有一年呢，我这应该是十几年，那遇到国修老师，他那时候还也做电视嘛，对不对？为了这个也有在弄电视。刚开始他有对。那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屏风剧团呢，怎么表演班，你们现在弄得怎么样？”然后他看着我，哎。屏风表演班啊，已经快变成中风表演班。他还讲笑话，还是你自己加的？我听他这样讲，哦，真的，其实心咯噔一下，我心里想说，哎呦，他这个是，但我看他不像在开玩笑。十几年前你看嘛，屏风真的不容易，当时是真的面临到财务危机哦。肯定会有的，跟现在的董娘穿金戴银，手上4克拉的钻戒，那是不可同日而语。你非无下阿蒙，单单一颗金表80几万。他没这么说，哪有？我们哪有啊？舞台剧这么好赚吗？还可以翻开格子的。没有，这是最便宜的儿童表。啊，对呀，儿童表就80几万。乱讲，乱讲。舞台丢了哈！哎，十几年前，你看你们是面临到很多经营的辛苦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面临到经营上的困顿？对，那是怎么样让他走出来？结婚几年了？我看他有没有一起走过？好，其实我们两个谈恋爱开始，我们一起构思要取屏风表演班的，这名字是我们两个一起取的，所以一路走来20年，也就是我们的感情岁月啊。哎呦，20年了，对，我们结婚17年，前面恋爱3年，中间经过多少风雨飘摇，921大地震、SARS 风暴，都是正在戏要演出的时候，你说惨不惨？中共打飞弹，什么都有了。最困顿的时候，你也陪着他。其实这很简单啊，财务危机这是很真实的哦。像除了今年周年庆嘛，哦，然后就比较好卖戏。像前两年，因为国修都在创作新的剧目，因为他永远要面对他下一个作品嘛，对，就很容易啊。他就屏风也会，因为推新戏真的很难，尤其他现在越来越艺术走向。像这种戏是他十几年前编的，这么样的天马行空，这么样的好笑，比周星驰更好笑很多倍。真的，那你说在后来他自己人就走到比较沉重的东西，那这种东西就是叫做，但不见得叫好。那像过去两年，我们几乎家里头他就没有拿他的薪水了，就是说他平常我们怎么经营剧团，就是国修是一个艺术总监，他在这个剧团里面有一个薪水，他如果编这个戏他就有编剧费，导这个戏就有导演费。那过去两年他就都没有办法领这个钱，对，然后有一些员工我们也甚至会
裁员啊什么的，就是公司遇到的事情我们也会遇到。所以钱都是月姐在赚咯，只有家里头没礼貌，真是有话，就是还好我没躺着赚，我也我没躺着赚。国修老师牙口不错，对呀，讲的是什么话？好像月姐她是腿开钱就来的，没礼貌，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说，而且我腿劈不开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访问的也是主持人，就有这个缺点。讨厌，乱差皮的，真是。那接客多少钱？现在开始都不准再哈拉了。我卡表比较便宜。我就跟你讲嘛，百老汇去不了的。但其实家里头，比如说小孩的学费啊、生活费这些，我来负责。哎呀，其实你只有一个观念，容易你不容易，你就当李安来养嘛。有什么问题？他就是李安呐。你还好是养到李安，真的。对。你要养到黄安那，你不是错。还有，孔安也不好养。喂，大家只求要平安。我就严肃哎，因为屏风对我们来讲，那是一个神圣的殿堂哎。你真的这么觉得吗？没有啊。他在我面前，对。那怎么样走过来？这刚讲那一些辛苦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有没有国修老师有没有曾经想过归期？对，放弃处理掉或什么？其实只要比如说像《沙姆雷特》这个戏，他喜剧的部分当然让人家完全内伤，因为笑得太痛了，没声音的都有。曹兰看完没声音来找我，哎呀呀，怎么了，兰妹？没有，刚笑的没声音了，这么好笑。那他也很感人，一方面是因为技术艺术性的感动，你会觉得他怎么做的那么纯熟，整个场景的运用什么已经到了纯熟。二十年的剧团啊，该面临过的错误通通面临过了。我当你成功的时候只获得掌声，失败的时候获得的是经验，有人杀过来。真的很懂哎，夏哥你真的很懂哎，你真的好懂哎，你就是荣誉博士了。我颁给你，我颁给你，你的手比胡锦涛还有力，我颁给你，真的好棒哦。真的真的，所以该面临的你别以为他没有懵懂少年时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正值是收成的时候了。对对对，所以除了这个该有的错误都已经没有了，而且会再加分。我说每一秒对，韬光养晦，每一秒东西他都知道要什么，音乐什么都进来 ，fly 什么时候要飞，什么东西要降。再来就是他里头谈到这样的一个三流剧团，就是我们是屏幕表演班，里头是风评跟你们颠倒的。里头其实也有团长跟团长夫人的对话，矛盾对话什么？因为那个夫人希望能够解散风评剧团。哦哦，其实这就是真实的私下的故事吗？我没讲出这句话，我没讲出来，但心中的台词 OS 已经讲出来，干脆解散掉，不要这么苦下去。就是夫妻有很多话你不能讲嘛，比如说离婚这个你不能讲，他搞剧团你也不能讲，解散公司你不能讲，关门倒闭都不能讲，但已经有那个氛围了。可是月姐那个时候啊，有因为经营剧团的理念不同而跟国修老师有过争执吗？吵架吗？我们连生活都不吵架了，所以这种东西就也不可能会吵到架，对。所以我想我基本上会听他的，因为是他在做，只是你会在旁边比较心疼而已。对，他们最辛苦那一段，人家是以会养会嘛，他们是以戏养戏，就是有今天没有这个戏，太了解这个戏，非得要有一点成绩收回来一点点钱，然后再来买下一个，再制作下一个场景，对对对，或者编下一个戏演员的募集怎么样？哎，你真的是台艺大的，你什么都懂哎，辛苦嘛，那个根本就是。如果有多余的钱，就拿出来帮助屏风嘛。所以我说有需要人投资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当作做公益，我们都乐意。其实屏风有很多感人的事情。你的表情好像不让人家入股哦。80几万的玩具手表，80几万他们买下去。谁在80几万？我从来没有。胸口那些 Swarovski 的那个水晶，这个是刚刚我路过面人问人家找的造型，我直接穿来的。干嘛？我抢匪啊！你解释那么清楚干嘛？不可能的，削爆了嘛！哎，30场不要多嘛。
一场削他个这个三十场，一场削个20万不过分嘛？30场，哎，30场就600。哇，他都讲得好容易哦。对啊，但没关系，我宁可让你相信这是一个可以耕耘的园地。是吗？我们来聊一聊两位的感情的角度，因为刚聊了王悦小姐是跟国修老师他们之间，我觉得间谍情深，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，两个人之间呢，携手走过荆棘，比携手走过红地毯还要重要，更珍贵，更重要，这是更重要。对，当然，小薛，其实还有可能再结婚吗？当然，我们就看现在看对方什么时候嫁给我啊？是吗？薛哥现在感情应该还蛮甜蜜的嘛？稳定，他跟平城两个人之间的交往，平城是风平剧团的那个杂工，是吗？真实生活是陈平。哦，对，陈平就是我们前霸钱德门的女儿，对，干女儿，干女儿，对，那你们两个的交往，我觉得是稳定的哦，稳定。有我跟小薛，我们去打球啊，然后打完球难免坐下来喝两杯嘛，是，我干嘛？然后他就哎，电话哎，宪哥哎，来，我的喂也有，然后就哈拉两句，知道说跟我们在喝酒，然后就是哎，是跟我，帮他 cover 吗？对，等于说他平常他本身他的信用度是有问题的，对，喂，对呀，什么时候不讲电话？这个突然间拿给我，就这哦，对，要帮他围一下，对，打完。篮球你不会去打18洞、19洞吧？对，啊，有可能。对，因为跟宪哥在一起比较不保险，所以他要确定他有没有再打19洞，就没有再喝酒就安心了。那你们应该可以考虑婚姻了吧？因为上一段确实伤了小薛蛮深的。对，小薛，因为我跟他认识啊，我们20几年老朋友，对不对？有了，你知道就是说，其实他是一个我跟啊。他的妈妈也聊过电话，真的。薛妈妈跟我讲：“哎呀，我们家小薛啊，你要帮帮他的忙。”我说：“有，这个互相帮忙嘛。”对，他这个人呢，就是朋友比较重要啊。有时候啊，掏心掏肺啊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这样。他一路走来是这样。不说实在，宪哥提到这边，当初哈，那个要跟宪哥对不起一件事情，并不是说倪先生比你红。是因为他年纪比你大哦，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我们从小就有那种先来后到，还有长辈的观念。所以他的意思在谈告别式啊，什么事情？跟着他一起做事，哎，对，你在讲那个生意那一段，对啦，因为后来你离开了我公司啊，我整个公司整个起飞耶，对，所以这一点你要谢谢我，这一点你要谢谢我，真的神经病来干嘛？这后来你看这个样子的曾经，你满意吗？还好哎。我觉得感情上面，因为第一段的婚姻呢，是，其实今天我们是不聊他离婚的事了啊。但讲都讲了，已经讲了，聊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离婚的事又跟屏风有关。怎么说？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就是面临分居要准备要离婚的时候，因为我一直盯在里面不开口，那时候很难过。那时候拍剧叫《我妹妹》，又是一个张大春原著，李国秀给他改编的。张大春的一个对我妹妹非常好看。那英文叫 My Sister 嘛？呀呀呀 ，Sister 呀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月姐刚好演我妈妈。呀呀 ，My Mother 嘛 ，My Old Mother。对，真的是，结果妈妈就看出端倪了，然后支持我走过去，哦，也顺利的把戏演完，也顺利的和平的签完字，离完婚。那一段婚姻对你伤害大吗？这我都很没有伤害，但是骗人。小薛是一个，他是一个贱骨头，他因为他就瘦，他真的是一个贱骨头，他受了伤，然后他自己就盯住啊，没关系，可能也要损失一点金钱啊，金虫当然是一条了。OK， 哦，还要付赡养费。小朋友一枚嘛，对，小朋友一枚，最主要是鸡多大了？啊，现在8岁了。哇，好快啊！这养一只鸡。你自己应该老了，你在讲什么？都8岁了，你们不要讲那么悲情嘛。其实没有了，这真的一切都是缘分。因为那时候呢，除了月姐有跟我劝说之外，老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：“小薛，我希望你来屏风不是学戏，而是学人生。”啊，哇，这个家伙把我跟他讲的话，他跟别人讲。什么时候你又跟哥你好好笑哦？老婆。
婆在，我又不方便说什么。哦，李老师也能讲这么有哲理的一个话。哎，跟你讲，国修常常随口而出的都很感人，像这次我们《沙姆雷特》请到黄家千来演，黄家千是奉父命来的。那个日本女鬼啊。不要这么说，台湾女优。对，他那时候也是因为他爸爸曾经在媒体上面听到李国修讲一句话，他很深刻，所以叫他去演。他那时候李国修在我们，因为那时候有1995闰八月吵得沸沸扬扬，所以国修就做了一个戏来抵制，不是来破除这个迷思、这个流言，叫《太平天国》啊，对对。然后他在里头呢。1995年，他就写了一句话，是说台湾人很穷，穷的只剩下钱。哎，我赚了很多钱，但是我却是时间的穷人。你这是华盛顿讲的吗？不是、啊，不是、啊，就是类似一样的意思。就是说还有更多的钱涌入，但他没有时间去收。是生命中讨厌哦，不是，就是有比太多比钱更重要的东西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得到了某一些，就必须要失去了某一些。他得到了金钱，后来才发觉台湾人真穷。对，穷的只剩下钱。所以那时候，家谦就听到爸爸说，爸爸告诉他说，你一定要去参加国修老师的作品，所以你看，时隔十年后，这个才圆梦了，所以家谦这次也收获非常大，对，而且进屏风真的不容易，家谦处心积虑，透过任何好朋友关系关说，其实很早就开始关说了，但最后才找到一盏明灯，就是王月小姐，哎呀厉害，他们两个不就是董娘，然后所以家谦呢，后来更是利用了裙带关系啊，连她男朋友舍利子都一起带进来，对对对，我们这次连她的未婚夫。Chris 对，舍利夏利都嘞都有演哦，夏克利对，夏克利，夏克利哦，对对，我那真是舍利子，舍利子，别客气，我是讲老外那也成就对这舍利子，也演得非常好，可能是火灾的时候有烧过了，对，因为在里面呢，啊，我今天手当起，无嘛跟两粒舍利子，还在舍利子，喂，那不是舍利子，那是折完烧干。深一点，那访问不要这样乱搞一下。不会，非常好，好对，非常好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你还会再婚吗？你要讲，你不会了，大闷鬼，你可以大鬼一下，过了过了，那也要付赡养费啊。小薛是个负责任的闷鬼。我是说现在这一段呢，会不会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因噎废食？人总是要走入婚姻的，有啊，快要变得人婆妾。我开始人婆妾，薛竹侍女。喂，不是啦，是吗？那是缘分，真的，这一切都是缘分啊。其实你就说为什么不结婚嘛？答案是什么？缘分吗？当然，看他什么时候要嫁啊？是缘吗？是真的份嘛？真的，因为所以还是会结的咯。基本上来讲，她是一个为还是会做梦的做梦的女生嘛。她希望完成她心目中的世纪婚礼嘛，对不对？就有很多事情我一直在忙啊，就帮她干什么，订不到饭店我来瞧干什么都不要嘛。她只讲了一句：都不用你忙，只要那天婚礼你到场就可以了啊。她真的很能干啊！等一下，真的很优秀。薛哥求婚了吗？求了。求了，真的，而且还是在公开场合，电视频道2300万之外，还有卫星电台。你要告诉他，陈平小姐，你现在是一个做梦的少女，再过一阵子，你就是做梦的阿姨喽。你听得到不？你听得到不？宪哥的恭维，你要听啊！宪哥的恭维，你不听，你就会后悔嘛。你要听嘛，要不然小朋友突然间叫你梦姨，那你就完了。什么？这怎么接的？就是做梦的少女到做梦的阿姨嘛。所以叫梦姨。对啊。可是像月姐现在是妈妈，可是我觉得她还是一个做梦的妈妈。她是少女，我觉得她只是躯壳上面是个妈妈。你好坏哦，臭皮囊啊，人婆切。阿弥陀佛，喇嘛人婆切那是小学常喝醉的。喇嘛人婆切是啦，现在真的已经。
你命中了啦，怎么什么好事儿被你讲？婚姻对你来讲还是很重要的，是是，到最后你是要走入婚姻嘛？对啊，对啊，是不是？那你们之间会避孕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。那万一刚所讲的一枪出了一条人命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还好啊，赶快催化嘛，赶快催化，早点完婚嘛。对呀、啊，有的时候就是选棋不如撞棋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然后有了就结了。对啊，有了就结。其实现在跟婚姻生活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差别就是我还是要对对方的父母家属负责嘛，嗯嗯，对不对？虽然感情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吧，但是婚姻是两家的事情嘛，对对不对？大家都很喜欢参与这个盛宴嘛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、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宪哥的红包又少不了，你要结婚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少的？就是说，慢慢讲啊。起码六位了，六位吧，算了啦，不用了，宪哥，起码六位了。我们的交情不要说几位数，更不要宪哥包任何一个礼，给我一张球卡就好。OK。啊，你也喜欢打乒乓球啊？躲避球。亲爱，乒乓球。哎，那个入会费要2500哎。但是你假日不能打。我给你那个2500块球卡，就1到4可以打，只六日不能打。你这球卡不值钱呢，没啥用。好好，那这个聊一聊李老师啦，好不好？那他觉得台湾这个未来，嗯，我们这种舞台剧是有希望的吗？当然，他都觉得人哦，必须要去做才能改善环境。那怎么会说他一定觉得有希望才会做？对啊，为什么他们会自称为变态夫妻？跟这个希望是否有关呢？哦，变态夫妻是我们私下的感情。哦，嗯，哎呦，哎，那国修老师跟月姐结婚现在17年嘛？是是。那他当时是怎么跟你求婚的？没有哎，我们都不浪漫，他就直接。听说你好像是听说在如此奇怪的场合哦，如此那是5周年，对，就是因为我们结婚那时候屏风在草创嘛，很可能就像宪哥刚刚说的，是在中风的时候，对对，不是屏风中风剧团哦，那时候真的是太忙了，而且呢，我一人兼数职。我在屏风又要做行政，又要做其他的，不管是辅导什么都要做，然后或者是哎有人不能演，我还得帮他演宫女。我永远在屏风演戏都是谁不能演，然后我来帮他演这样的。救火队，对救火队，他等于是在当年来讲，像剧团里面的叫万人顶。哎，对对，或者是立百代。对，立百代万人顶，万人顶就是谁没到你就万，你就顶他，顶替，对，就顶替顶替，对对，总比做香炉好吧。你跟他讲真的，他还这么变态。对啊，在车子工具里面叫千斤顶，就是说有需要他就出来。呀，那我当然也是义不容辞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乎就是哎，戏跟戏的空档，然后国修就说哎有空档，那我们结个婚呗。所以在1989年我们就结了婚，然后那时候也没时间去买一个婚戒。所以是我妈妈到银楼买了那种所谓的龙凤戒，就是也在吼哎我。你如果要到银楼，你要去找杨丽菁的妈妈。他妈妈开银楼。妈妈开银楼。那你又不说小 S 他们家也是开银楼，他爸爸开了啦，因为靠不用开了，削爆了。不过那地堡是不是他的名字？那是谁的？他老公那边。可是丽菁妈妈的银楼开在花莲。大人在聊天，你突然间人家聊剧团这么对台湾艺术有贡献的东西，你告诉我杨丽菁的妈妈，她的银楼开在花莲，暴皮了不起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失管教，是不？不要这么说，我爱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龙凤戒，龙凤戒，刘真，你听得懂吗？就是哦，所谓的上面有龙。有凤，但你别以为它有雕，它就是印上去而已。龙凤戒，对，然后三重黑社会在戴那一种，不，就普通的，干嘛几级啊那样那样哈？然后它就是哎塞猴，就是说你可以因为你的戒围而更改。它是活围的，可以说的是活动的，对，这样而已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后来我们结完婚之后。我们下一个月的蜜月旅行呢，我们就到了内地，因为那时候国修要去跟大陆的相声名家录了一个李国修私房带，然后那时候呢，他遇见了一代宗师马季老师。马季，
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对，十亿同胞这个孝心啊！现在内地里面有个叫郭德纲的，谁呀？最近现在是最近跟我们朱德纲拼嘛？郭德纲，郭德纲很有名，是吗？难道叫德纲的名字都很有名？对对，也是朱德纲先生才在内地得到相声金奖，你讲错了吧？朱德纲吗？是啊，是朱德庸吧？那是色剧的，那是画漫画。朱德纲，朱德人吗？是我们台湾的哦哦，双响炮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好，继续聊。戒指嘛，就送给了马季老师当做一个拜师礼。拜师的，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个婚戒也送出去。OK， 因为那时候身上唯一有点值钱的就是那个金戒指。怎么我怎么听说国修老师跟月姐求婚是你在厕所的？所以我就讲到了，我就头脑很清楚。所以呢，那时候的婚戒不见了。五年后，李国修带团到新加坡演出的时候，他第一次有闲暇。去逛所谓的那种卖珠宝的地方，哦 ，Diamond Ring 来一个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呢，他就旁边的这个我们的造型服装老师就帮他选了一个，说这个王月会喜欢，其实也是一小小颗，大概几分而已。然后呢就买回来给我了，但是问题是他给我的时间呢非常可爱，是他一回到家之后，然后我正在上厕所，大的小的。大的，所以做的时间比较久。天哪，这个时候刮约机强烈在运作当中。对，就他就说，王爷，王爷，然后我就说，来上厕所啊，等一下。虽然说我很高兴他回来了，因为少说一出去也是一两个礼拜。然后我就上厕所，等一下。然后他就说，你开门，你开门。就拿了一个小袋子，也没有什么盒子，就一个小袋子给我。就我一开一看，是我人生第一个。小钻戒，钻戒，钻石的戒。后来后面这段我可以详细的说明。他拉开门，还蹲在那边嘛，交给他，一看到钻戒，天哪，感动两行热泪。两个人感动完之后，他拉着他的手，突然间啊，忘了剪掉。说足足张灯结彩悬挂在那边将近二十分钟，哎呦！喂，没礼貌。没有啦，那时候我拿到真的很开心，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责怪啊，因为我说怎么这样子呢？这么珍贵，万一呢我的脚没合好掉到马桶里面怎么办呢？我们有问你这个吗？没有，刚已经把形状都讲清楚了，所以呢我也会他也这么担心。他掉到那个张灯结彩里头。我觉得国修老师某一些就是说变态搞剧或什么，他是一个天才，对，超级的天才。但是生活上他可能就是个白痴。白痴，不要这么说，他说这叫创意。他说这时候送给我，我一定永远记得。对啊，一点点不好。不不不啊，不行啊。但他头发不多。没有没有，他很多，他太瘦，跟你一样，他没有胸毛，他没有胸毛。我不喜欢有胸毛的，好恶心哦！再来啊，再来啊，再来！他是白虎，他腿上没什么毛。有他有，可我听说会卷。他没有，那是。我们不玩绑辫子的。什么东西会卷啊？不要乱讲。反正你今天不吐到国修老师，你就不爽就对了。没有没有，他其实喜欢胸毛的，所以他就找毛多的地方就躺了。听说国修老师很爱喝酒。是不是他目前来讲每天都会喝个啤酒小酌啦，这个四五罐，就是那种铁罐这样子。但是我也想他唯一的乐趣了，他也不玩女人，他也不赌博。你宪哥玩的他都不玩，那人是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宪哥打小白球，他也老师不打是吗？宪哥切乒乓球，老师不切，对对对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个严肃问题，你爱你极爱？好，我觉得已经不是爱字能形容了。你这样重发那个球有怪。如果if 有一天，你突然间发觉整个剧团下班了，国修老师很辛苦，他还没回来，他正在剧团里面排这个戏，他告诉你。可能会晚归，而你刚好在回家路上经过剧团，我下去看看也好。
看看他，进去突然间看到幽暗的灯光中，国修老师的身影，正在教一位女团员肢体动作，在起伏上下之间，听到些微的喘气声，你会怎样？我问的不好是吧？如果你老公劈腿的话，哦，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表演训练吗？不是，我会先确定他是不是表演训练呐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因为常常表演性训练的时候会有肢体接触，像我们这次沙剧里面，我跟月姐本来有肢体接触，你们本来要打啵，就后来变成肢体接触两次更狠。对，从打啵变成两巴掌。因为我演，所以才改成这样。上一任演的万芳没有这样。是吗？对对对。如果劈腿怎么办？其实这种假设性问题哦，我比较不去思考，但我有一个有备无患遇你的剧本哦，我觉得我会原谅他，会接受他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爱他的嘛，他只是一时的迷失，一时的受诱惑，这是一定有的，是吗？那只要他还爱我，我就一定接受。你是一个接受他身体出轨的人吗？我觉得只要他爱我，然后他那时候是被骗的，我就 OK。只要他是被骗，我就 OK。是别人带他去的。如果他真的是爱上那个人要离开我，那我就没话可说了。那如果是这个是身体的，如果是心理上的出轨呢？心理上是不是比较严重？你是说精神上面吗？我他有他的灵魂伴侣吗？比如说，李国修老师爱上黄家千，那我会爱上夏克立。你姐找我，开玩笑，让你赚到，开玩笑，没有，这让你赚到，让你赚到。好，他如果爱上黄家千，拜托给谁都叫引导。没有，不要开玩笑，每个人爱的心不一样。如果，他爱上黄家千，他劈腿了，你今天看到了，这一刻，你打算怎么面对这一切？我当然会先问他说：“你真的爱黄家千吗？”那我会问，那你还爱我吗？还好。那我就会说，那你跟谁比较幸福？可以让我同时拥有吗？如果要你选一个呢？我选黄家千。如果你觉得那很快乐的话，你就去。我已经说过，我爱的是他。那你就去啊。孩子也给我。如果你有一天再想到我的时候，你再回来吧。我不会再回来了，我会等你。你不用等了，沙姆雷特在全世界公演1006场，我忙不过来。我永远是会到的观众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把人家弄哭了，好好我只是跟你演一个戏而已啦。这就是我觉得，对你先彩排下来，你先彩排下来，我不。为什么一个女生可以这么好？我一定是她身边那个女人，没有谁能够打败我的。不乖啊！不乖吧？就受大累啊！你怎么处理？我这关头也累了。拍谁？你把赛事断掉吧，不关掉。你是他师傅。我说你被选择的痛苦，做选择的人更难过。我跟你讲，男人如果有流泪的话，那才叫魅力，是吗？真的。而且我们宪哥，你是不是曾经跟一个女生讲过这样的话？他不敢跟微微姐讲，因为我有四个人质在他手上。啊，快宝贝啊！他是真的为你而感动。我很少看刘真这样。来来，他那个舞伴有没有？是背着他在外面跟那个女打仔乱搞，他也只有认了。来来，只有认。那舞伴不关他的事哎。啊，当然认了。舞伴你也知道。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一个女生。我觉得刘真说不要插嘴。我觉得月姐就很像一个很虔诚的布道者，就好像她是耶稣啊，然后国修老师是上帝，她才是那个受难者。
真的吗？我只是在路边给他水喝的那个妇人而已。我为什么都遇不到像你这种这么崇拜我的人？这不是结婚以后开始，不是谈恋爱开始，早在有师生情谊的时候，月姐跟老师就已经开始了，是吧？对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点点之前有点师生恋，因为我在大学时候就认识他的。啊，你不是啊，所以你看他们这个算是经年累月培养下来。那月姐，你这一生只爱过国秀老师一个人吗？我之前有就有才华的人，我就会不知。我就会没有办法，我就一定会去追人家，在他面前瘫软下来。对，就对对对，任由摆布。我是那种会追人家的人，对，但是不太懂爱就是了。那我觉得我自从认识了国秀，因为我21岁认识他，我24岁嫁掉，还新鲜，对，还不懂，还没过了赏味期，对，他的有效期限无限延长，所以那个东西我就会，因为他教我很多，所以我觉得我除了。人生中有幸福两个字，是因为有国修，我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哦，我觉得智慧也是。哦，听完我们真的是。他给我很多智慧，然后让我无后顾之忧。我觉得就像曲哈斯说的，一个女人在除了性与爱情之外，她的其他部分都属于自己，而我现在就在拥有自己，就像。我们一个人一生要找4个人，一个是一生你最爱的人，一个是一生中最爱你的人，哦 ，the one you love， 哦，OK，Thank you，We understand you。The one who loved you， I'm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， 就是这两个人。第三个人是陪伴你一生的人，哦 ，someone company with you。第四个是自己 ，yourself。那我觉得我何其有幸的是，在我人生21岁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找到了我人生中需要找到的3个人，而我继续的生命在寻找我自己。It's true love, all my love. Well done. 不要加那 F 了。不是，那很美的，不要加那个 F。你后面就没有继续翻了。妈，他真是我的真的，是加重语气的意思。说得好 ，Damn it！ 太开心，今天聊了，真的就是叫有血有泪。对呀，有没有看到？流血？谁流血了？而且完全是血流成河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，您这个戏能够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成长，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王月姐姐啊，跟这个国秀老师他们两个，哎呀，这种感情，对不对？天下可能找不出来第二对了。再看看，其实很多也有混蛋的一对哦，哎，也有混蛋的，艺能界混蛋的真的吗？只看我，没有访问，我不看你们，我看谁？那不要接那么紧啊！希望可以没有啦，我不是说你啦，不要这样。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他们两位的一个剧，再次谢谢他们，这个祝福两位，赞赞赞！今天。